只是觉得特别危险，我看到已经两个女孩子倒了，然后就特别的着急。带爹带妈，带爹带妈的我可能会炸，我喜欢就好了。我现在比较喜欢，可能哦，比较喜欢比自己年龄大的。拽的定义是什么呢？我觉得挺好的呀。火不火看辣坊，橘子辣坊我来了。橘子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宋威龙，今天我来挑战犀利问题20个，请回答120秒，开始。有人说从扮相上演的容止还不能够，就是让人羡慕终身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我妈把我生的我自己挺满意的，可能达不到容止的要求，但是我有在努力的接近容止。那你能点评一下关晓彤的体力到底吗？我觉得蛮特别的。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尺度，基本上都是很酥的那一种。那一句话回应一下，先说宋威龙到底是谁呀？的网友。大家可能现在还不认识我，我会继续努力让大家看到我。有人说你是年轻的钟汉良，你怎么看？谢谢你对我的评价，我也很喜欢钟汉良。那出道后总演男主，自然也很好，你觉得最大的原因是什么？也没有总演男主，可能上了《天天向上》。大家看到我，然后导演先让我去面试，我觉得我符合角色。在机场被确认之后，你发条微博，当时的心想法是什么？放开手！只是觉得特别危险。我看到已经两个女孩子倒了，然后就特别的着急，然后有点冲动，就发了条微博，让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但后来想一想，就是我应该回复大家一些正面的东西，所以说考虑了一下，又重新发了一条微博。有见面，在活动的时候，只不过大家可能离得比较远，然后各自有各自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在微博上已经 say hello 了。有人说长得帅人怎么可能有烦恼，你要反驳他。帅的定义是什么呢？对于只靠脸吃饭的评价，你的回应是？我会慢慢证明自己。你觉得自己是照片吗？照片不至于吧，但是每次杂志那边就是短袖吧，好像也有视频啊，就是我在微博也有分享视频。对于大龄陈奕迅的外号什么看法？我是陈奕迅的粉丝，谢谢大家。最有最近都跑调一首歌是哪首？陈奕迅的歌呀，还有说谎啊之类的。合这么多艺人，你们和自己最合得来的是？既然风就晃快要播了，那我就说小彤吧。小彤是一个很认真、很活泼、很直爽的一个女孩。那合这么多艺人，你觉得演技最严重的是？我不知道哎。倒不至于，就会不舒服不开心，这个时候会有。如果带爹带妈，带爹带妈的，我可能会炸。就大家对我还是蛮好的。那如果有迷妹当面喊你老公，你会怎么回应？我还没有到法定年龄。对于比你大的粉丝喊你叫小哥哥，你有什么？我觉得挺好的。粉丝问你什么时候会娶她，你的回答是？我还没有到法定年龄结婚。工作的时候会哪里有女的机会比较大？大连吧，我的家乡在大连。不善良的女生。如果粉丝不喜欢你未来女朋友，你会怎么样？我喜欢就好了。当然，我也很感谢粉丝对我的照顾，对我的喜欢。几个女生多少斤算胖？超过150。那谈恋爱这个一只手能数过来？当然能了，当然能了。那追别人次数多还是被追的次数多？被追的次数多。初恋在几岁？16岁。那初吻呢？我真的忘了。最短一次恋爱谈了多久？3个月。喜欢不是问题吧？那你觉得分手之后还能做朋友吗？看情况。你一上还是你下？我觉得只要喜欢都不是问题。如果要选一个，非要选一个的话，我现在比较喜欢，可能哦，比较喜欢比自己年龄大的吧。辣条是哪个？辣条。晚上穿衣服，看穿舒不舒服。晚上最想删除的一张照片是？粉丝给我 P 的一张图，就是长发，特别像女生的那个，感觉在黑我。最近发过火吗？我真的忘了。你的微信头像是什么？我在摸一只猫，然后一个阳光射下来。最近一个未接电话是谁的？大概是外卖吧。目前是想和谁交换联系方式？李波。那如果我们下周采访同一天的话，请你提一个系列问题。你会看风球黄吗？我偷偷点击过粉丝的微博，每天都。
次数有超过三次吗？有超过三次的。走红之后有没有拉黑或者删除过好友？因为我要解释一下，有些人就是不知道是谁，而且微信号都不用了，不认识就给删掉了。出道之后有没有被人追过？有没有看过粉丝点的 CP 视频？哎，有，有个张艺杰的。看完之后什么感觉？什么想法？就是大家不要想太多嘛。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和同学都是勾肩搭背的，就是也很亲密，但是进入圈子之后就不敢了，就怕别人就是说来说去。打游戏的时候有没有骂过脏话？有，但是就是只是我就是那种。手机相册里有没有绝对不能给别人看的照片？微信的好友列表里有你的理想型吗？如果你的前男友和你的现男友同时掉进水里，那